正在哭泣，血染女生之际，我会一起江湖险恶杂碎剧，风心道义谁钓鱼，恩惜怨惜一路归西归腾西，路见不平拔刀我斩你，干过乱换一身空虚，你算什么事到了谷底，时间延伸到天地，等你创造问到什么吗？服务员说 ，pub 原本就有固定的魔术表演，就是他们三个。可是就在昨天，临时才加了两个人，而且是那两个人付钱叫他们今天这样表演的。重点是他们完全不认识对方，以我的判断，应该不是假的。貂蝉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关羽说到做到。好的好的，那你们答应的事情千万不要忘了哦。哎，老公你回来啦。哎，老婆你刚刚在跟什么人讲话？没有啊，打错了。老公啊，现在徐州城正在跳城大甩卖，一件也不留。哎，那你的薪水一扣也不留，你开心不开心啊？你开心我就开心嘛，再多不愁嘛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你有帮貂蝉买几件新衣服吗？她现在啊正是喜欢打扮的年纪。谁要帮那个死丫头买衣服啊？买寿衣了。老公，你都不知道貂蝉现在长大了，她叛逆了，她看不上我这个后母，她还嫌弃我，她嫉妒我长得比她漂亮，身材又比她好。你看那么晚了她还不回家。哎呀老婆你误会了。哎呀，貂蝉啊今天是去上古筝课，应该就快回家了啊。王校长，你确定现在的貂蝉去上古筝课了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还要不要这个女人。爸爸，救我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啊，你该不会说，哎，我女儿现在在你手中，而且我绝对不能够报警，要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知道害怕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你老套嘛，诈骗你啊！哎，不是，是。老婆怎么样？老公聪明吧？不会受骗。聪明聪明，我老公最棒。校长出事了！校长出事了！校长出事了！哎呀，校长出事了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不是你就是校长啊？对啊。哎，那我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出事了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我出事了，我没有出事，我很好啊。校长不是你啦，是貂蝉出事了啦。那还好。什么？貂蝉出事了啊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貂蝉出什么事啊？哎，貂蝉不见了。啊，貂蝉不见了啊？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貂蝉！哎，你们说什么？貂蝉真的不见了吗？貂蝉，貂妈妈，貂蝉不见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没有啊，我哪有。哎，校长校长你先镇定一点啦。貂蝉她不在家了。貂蝉她不在这里，那她去哪了？哎，你们说貂蝉她到底怎么了？打人容禀，快快说来。如此如此。这般这般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校长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人正在四处搜索，一有消息立刻跟校长禀报。谢谢你们，校长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走。可能在一个地方都找了，不见人影，空见花。别担心，我已经启动张家所有的人脉了。二哥，你别急啊！怎么可能不急啊？我从小到大现在就急啊！吕布都还没出来，貂蝉当然不会有事的。放心吧，我觉得貂蝉不会有事的，只是不知道对方想干嘛而已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肯定貂蝉没事啊？我只是合理的推测了。是有多合理呢？貂蝉长得这么漂亮，坏人怎么可能舍得对她动手呢？对不对？就是长得这么漂亮才会忍不住动手，不是吗？姓赵的，你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不开那壶才有问题，不是吗？你就不可以先喝开的那壶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啦。反正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貂蝉不会有事的啦，可以吗？二弟啊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找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再去找一回。是谁？哼！居然有人问我们是谁？竟然笨的笨的发问！那么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：为了阻止天下的祸患，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，丢脸又残酷的反派大人物，欢乐与泪水的牛逼角色入大绝大娘，我们就是名满江湖的咕噜咕噜咕噜火星队。白痴白目，你们觉悟吧！这是什么？你是皮在痒吧？喂，你们是河东高校的李珏和李如吧？这你都看得出来？不是，我们已经被高薪挖角当黄金贼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被黄金高校高薪聘请当。哦，你们要嫁祸给黄金贼？对啊对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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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了啦，我才懒得听你们在这里瞎掰，你们到底把我抓过来干什么？不告诉你。我劝你们最好放了我，不然到时候五虎将找来这里，你们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快点送吧。对对对，五虎将哎，快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走快走，请走，请走，走，拜拜，再见。就这么放我走了？当然了，不然呢？哦，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叫滴答打的呀？不用了，再见。妞，你不是要走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等会儿不就知道了吗？口令，你干嘛？哦，嘴巴张得好大呀，让人家想入非非，看得人家好饥渴呀。那我去给你买便当跟饮料喽。你这个猪头！已经过了一个晚上，一点貂蝉的消息都没有。校长，我们东汉书院卧虎藏龙，人才济济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平安把貂蝉救回来。你说的龙虎，你说的人才，指的就是在座把貂蝉弄丢的这几位。校长，我大哥二哥不是还在外面找吗？哎，貂蝉会出事，是因为我不在她身边好吗？你们都不带我出去玩。干！这样好不好？我送你去医院玩几天，行不行？
校长，你看他们都排挤我。现在在开会，不要闹了，镇静一点。我好寂寞，好寂寞，我好讨厌，我好寂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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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讨厌，我好寂寞，好寂寞，好寂寞。不好意思，视讯直播。貂蝉，怎么会这样？貂蝉，貂蝉现在在我们手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了。想要貂蝉过失，很简单，那就是李小茹，你的便当买回来了，是你最爱的大排饭哦。我去你妹的大排饭了！你没事干嘛喊我的名字？你没看见我正在Stanley直播吗？啊，你在直播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这个人怎么都教不会嘛？随时做事要警觉一点嘛！要是让人家知道我叫李璐怎么办？你是猪吗？爱吃不吃随便你，敢骂我是猪？哎，大家看好，他就是李璐，怎样？开直播了不起是不是？神经病！我怎么会是李茹呢？三天之内限你们交出校长职务，交给我们黄金高校，不然的话，永远也见不到貂蝉了。怎么办？貂蝉怎么会这样子？貂蝉怎么变成这样？哎，校长，先别激动。那个李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很聪明吧？哎呀，想要当校长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嘛，干嘛要作贱貂蝉？不用三天，我现在就立刻辞去校长的职务，大家去把貂蝉救回来。校长，您是一校之长，怎么可以轻易离职啊？那我们又岂不是变成黄金五虎了吗？对啊，而且他们的制服跟我们很不搭。哎，我看这件事根本就是河东高校策划的。各位，每个人都会有用生命想要保护的人，貂蝉就是我想保护的，你们也都是我想保护的。我不希望貂蝉受到伤害，也不希望你们为了救貂蝉而受伤。校长的心意我们都了解，只是让黄金高校或是河东高校接手东汉，篡夺盟主的位子，只怕会引起更大的灾难。校长，只要我们三天之内救出貂蝉，所有的事都可以解决。可是，哎，校长你放心啦，只要我们五虎将齐心协力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了。校长请放心。请校长授权。好吧，那就这么办。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们为大汉营救貂蝉计划正规派遣队，简称大貂派队。曹操，嘿呀！小声，你是负责人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记住，低调行事，千万不要让黄金贼发现。学生会长，叫你小声，你没有听到。学生会长曹操领命。为了增加同学们的参与度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只要能够寻获貂蝉者，不但记大功一只，再加送大公鸡一只，而且可以担任貂蝉的贴身带刀使，24小时贴身保护貂蝉。是。刚刚那什么，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了？你身上啊，被我们植入了奔跑吧美眉游戏晶片。啊，奔跑吧美眉游戏晶片，被植入者其言行举止将完全被控制，越美的人越是任人摆布的游戏。本校从高丽国移植改良的奔跑系列，恭喜你成为第100个人体试验者。好好玩系列，可以打发你无聊的时光，绝对是居家旅游的凉拌。孕妇、高血压、心脏病患者都可以玩哦。都什么时候啦，你还给我植入广告啊？到底什么芯片啊？哎呀，别找了，
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植入完毕了。啊，植入，植入哪里啊？嗯，当然是那里了。啊，不是。不是啊，那该不会是那里？在你脑袋里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要植入当然是植入到你的脑袋里啊，到底怎么想的？就是嘛。你还吃？能不能别吃了？能不能办点正事啊？开机。Power on。真人扮唱机，口令，唱歌。我现在就要 put your hands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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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t your hands up。跳舞。S P E S I A L, come on, give me hot ta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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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东西？Give me hot tap。Give me hot tap,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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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ve me hot tap, S P E S。天下第一大美女就被我们控制了。那现在我们玩点更刺激的吧。必须的。把裙子掀起来。哎，你的 slow motion 没有取消掉吗？没有啊，我取消掉了。快进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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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动作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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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动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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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耻之徒，秦晨曦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只要能够寻获貂蝉者，不但起大功一次，再加送大功绩一次，而且可以担任貂蝉的贴身带刀手，24小时贴身保护貂蝉。哇！同学们，过去救貂蝉好不好？是才说的要秘密行动吗？这个好吧，不能等着别人来救我了，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。早就听你说过一苇渡江，今天我也来试试。没有用的，会死翘翘的。谢谢你，老婆婆。谢谢你。啊，我听不见，到我耳朵旁边说好了。啊，哎呀，快说呀。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我劝你还是不要逃走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总之，在芯片解开以前，最好不要逃走。哎呀，芯片没有解开之前最好不要逃走。哎，老婆婆。哎，想逃啊，太天真了吧。
你确定要跟我们 PK？ 那就算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奔跑吧美眉的加购组合，我是段子手。我才懒得理你。来，哦，定住了，学个猴子。我能飙上空间了，来，我猴子飙上空间了，站站站。你看你学个蛤蟆，哇！你蹦啊！放个蛤蟆哥，不要啊！你还多嘴！他昨天呢，就穿了一个黑色的大斗篷，就跟外面那个一样。啊！就是他，明的打不赢，只能来暗的了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例如有他就不难知道貂蝉的下落了。到底把貂蝉藏在哪里？貂蝉家被关在黄金企业的地质山里了。啊！这爱。